什么？他今天什么挺好的。这无啦，这旧桥啦，迄桥梁拢卡掉去啊，多存三十五基的桥条都倒掉的呀。哦，一个历史的价值存在呀、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还用红色的油漆把它油上来呀、啊。你现在看到那个石头上面一点一点白白的，哇，嘿，下面你知道不？嘿，压线的九桃鹅啊，野生的鹅啊。然后你看那个旧的桥墩上面有不？桥柱上面会有那个什么燕鸥有燕鸥有不？那个苍燕鸥有不？哎，底下做修啊。好、哦，苍燕鸥它喜欢在那个海边有岩石缝的地方筑巢。哦，啊，底下生卵有不？啊，起码吼，因为天气很热，它会飞到那个海面，把它的翅膀有没有沾湿，然后再飞到它的鸟巢，把水拍在那个啊降温啊，好、啊，把它的最后的一点能顶头降温啊，对啦，哦。那如果你们到海边去的话，吼、哦，底下海景呀，它有看到那个鸟蛋哦，鸟蛋叫啊能，不要好奇，你能看得过，哦，那叫钩锥，哦，那叫水，你就拿起来摸一摸，然后再把它放下去。糟糕，你喜欢扔一枚去捕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它闻到怪怪的味道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会去孵它。了解哈、哦，看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去动它。哦，那我们现在离开跨海大桥来，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这里有正老鱼翁，有没有看到？鱼翁岛，新屿乡的代表，跟他打个招呼一下。哎哦，你要等你有告顾，在那底下度孤。